台湾最高龄的超级粉丝。现在请我考完阿的对考啊，阿一个我去整理，阿我这个我去整理。粉丝团的战争让偶像超没面子。少女时代的粉丝，然后就跟其他粉丝有一些冲突。少女时代一上台就把荧光棒全部关掉。他为偶像疯狂学舞，连韩国电视台都邀请露营。学他的舞，然后拍成 MV 就邀请去韩国。人好激励，周一至周五疯狂粉丝来啦！